好，今天聊一聊怎么拿到美国签证的，然后，是一个什么缘由造成我非得来美国呢？就是用一句话来说，是我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已经感觉到了绝望，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我看到未来社会的希望，所以我要看一看盎格鲁撒克逊人具体是长什么样。我呢是2009年大学毕业的，然后从2009年一直到2014年这段过程中呢，就是一直是就自己想定下来，然后又不想定下来，一直处于这种矛盾体当中，一直在矛盾的度过。就是去当公务员也好呀，然后什么企事业单位也好呀，或者是自己创业开过店也好，就感觉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就感觉自己活得很难受，就走着坐着都不对味儿，晚上睡觉也不香，就老想看看外国的月亮是不是特别圆。所以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下定决心，说我一定要去美国看看。就为什么要选择美国这个国家呢？可能小时候看好莱坞大片看的太多了，被这个美帝国主义给洗脑了吧，感觉说英格兰式的国家都比较高尚。当然其他的国家语言主要是咱也不会呀，你说德语一说了一公发呀斯瓦呀，这些咱也学不懂，对吧？去俄罗斯感觉那俄语也学不会，太难了。主要我们这个语系啊，从初中开始学校就开始教这个英文呢，所以什么Where are you from? How old are you? How much? 什么之类的，这些简单的 Thank you 什么，对吧？感觉好像我们也学过几句英文，感觉自己给自己洗脑，觉得好像自己的英文好像是能简单交流，去英文国家呢好像自己能像回自己的母国一样有这种归属感。你要去什么打比方乌克兰呀，什么中东那些国家呀，欧洲那些国家呀，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语言，那20几个国家有20多种语言，你感觉好像就有点太复杂了，对吧？就学不会，就内心就是排斥的。而且第二一个，好像英联盟国家的实际上都比较发达，你像英国呀，老大，日不落帝国，再就是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，这四个英联盟国家都分别独立了。但分别独立里面排名世界第一的还是美国，所以就感觉你要选择，打比方你选择一个移民国家，就跟选择一个老婆或者选择一个干爹一样，对不？你得选择一个特别硬的，感觉特别牛逼的，就想那就来美国吧。然后2014年的时候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然后准备 DIY， 因为太穷了没钱，你 DIY 一下怎么来美国。所以我就通过各种搜索途径，百度呀、什么各种就国内的搜索软件，然后搜索如何去美国，如何办理美国签证，然后办理美国签证的流程是什么，需要哪些东西，准备哪些材料，反正一系列的吧，很曲折。后来自己又跑到那个我家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庐山网吧呀，网咖呀，然后一个通宵是10块钱，包了一个包间10块，然后填了一晚上 DS-160 表格，就是反正你祖宗八辈全给你填完了啊，你爷爷买哪儿填得很详细，好多家里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啊，什么身份证啊、户口本，那户口本是真难填呀，100表格要命了，我操！你得一边看翻译，这边开着翻译，开2个网页，这边是100表格，是吧？完事这边一看啊，啥啥单词，那是 nationality 什么国籍啊 ，people 是 Bangla China， 什么你爹是什么名儿？那你这拼完了之后，那汉语咋写呀？你得给他写上，反正贼复杂，而且你几分钟之内，当时那个100表格那个系统没有更新。你填打比方填了个5分钟8分钟没懂翻译完的，这边咔一刷新，我操，又得重新开始填了。当时系统是比较落后的啊，或者是我们的英文是太烂的，跟不上人的节奏。本来是打比方你多大了，你爹叫什么名，你全是母语填的话，那可能2分钟就填完了。但是我们他妈要过一道，要翻译成英文的过程，再复制粘贴到那边，主要是那什么Word、Excel 咱也用不熟悉，怎么复制粘贴，那快捷键咱也不会呀，
所以就导致老刷新老刷新。本来啊四十分钟填完的表，我填了一个通宵，我他妈的。当然历尽万难艰险终于填完了哈。第二步说哦，你要去那个征信银行啊交费，因为征信银行啊相当于美国这个大使馆的收费处啊，办事处收费处，就是你只有交完钱了他才允许你预约去面签。然后呢就去征信银行交了1045，当时是这是第一次交费，2014年的时候的费用。交完之后呢你回来再重新上网班预约一个时间。中国呢有五家签证馆啊，沈阳、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，现在临时有五家这个美领馆。反正沈阳呢是最不好过，基本上十个里边有九个八个拒签。北京呢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反正我当时是感觉，我当时是去的上海签的，去上海签就是提前预约了时间，当时因为在开店嘛，所以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准备的特别充分，就大体的把那些材料归拢，什么房产证啊，那个户口本啊，身份证复印件啊，身份证啊，各种征信证明啊，然后护照啊，反正 DS160 表格的原件，加上带条形码的那个打印件，条形码很重要，千万不要漏掉啊。然后就去了，当时去了之后从网上看的攻略说是要从那个附近呢租一个柜子，就是因为你进去之前他要过安检嘛，他不允许你带任何的东西，带什么手机了乱七八糟，他不允许你带金属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没带，我就提前一天去的嘛，就在那个大使馆附近，那个叫梅棱镇广场，南京路步行街附近，走路可能一个公里左右吧，找了一家这个汉庭快捷酒店，类似这种吧。操他妈，晚上那个屌酒店他妈给个房间吧，挨着个过道，晚上老有人来回串来串去走，而且那房间不知道咋回事，新装修的，不知道哪儿漏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挺冷，那空调啊，感觉出的风了也不热。哎呀，我操，给我弄得第二天脑袋有点疼，有点头疼。我当时就有种预感，感觉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就感觉想把那酒店想给它处理掉，你知道，我要是有实力，我就感觉那酒店把我害了。然后第二天呢，我公交车都没坐，我怕坐过站了，打车呢又嫌太贵，还是穷太 low， 然后就走路去的，腿着，对吧？258万走过去，走到那边之后过安检呢，就什么鞋也脱了，腰带也摘了，完事进来之后排队。从网上看了说，你可以说，就是打比方，你看到这个 DIY 说的，你这个前面这个人，你要看着他的那个签证状态不是很好，因为一进去之后，就跟飞机安检似的，进去之后呢，他有很多个窗口，这边有个七八个、十来个，这边两排全玻璃，每个玻璃后边坐着一个人，他就跟那个咱们上什么银行啊，柜员上银行那个前台就办业务一样，这也是有个小窗口，完事里边一个人，外边一个人，外边是站着，里边人也可以坐着，也可以站着，对着个电脑。电脑都是老式电脑，可能是没联网，然后他喊到你呢，你就打个招呼就往前去签去了，每个人都排着队搁银行，就跟在银行排队办业务一样。完事呢，外面呢有俩滑狗就给你归拢队伍，就说你长得胖你上这一排，你是啥你上这一排，就哪一排缺人了他就上哪一排，你得听他的，你不听他的不行。完事我一看那个人签证状态不是很好，对吧，一看是个亚洲面孔，然后他比较排斥你，就是最好是不要找亚洲面孔的人给你签啊，台湾人呢，新加坡啊，马来西亚，这个日本人、韩国人，这种亚洲面孔呢就不要找他签了，最好是偷偷的溜到另外一排找个白人给你签。那黑人呢也不是很好，墨西哥人也是比较歧视亚裔，就是说真正的这种白人，他的 traditional 就是 original 的信仰是信基督教的人，白人骨子里边的灵魂的，
是公平的，对吧？是干净的、纯洁的，而且这种人呢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，那聊得比较好。重点哈，不要找亚裔，不要找黑人、墨西哥人，最好找个白人。那你就会问了，那我想去那白人，那白人那都占满了，那我咋整啊？那你可以想想办法嘛。打比方，你说，哎呀，我肚子痛，哎呀，我受不了，我那肚子疼，你上旁边厕所，对吧？去上个厕所，你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肚子疼，我去上个厕所拉稀，拉稀憋不住啊，对吧？拉个稀出来，完事那边可能白人那边人就少了或怎地，再让你赔，你就故意的往那边绕一绕，对吧？去了那儿，我当时是也是想这么整来着，我他妈排队，我一看这前面这长得这个人整，我也不是很认识，是个串儿，是个串儿啊。一看说墨西哥人吧，也不墨西哥人，说亚裔吧，还有那五分像，说黑人吧，皮肤那个颜色有点淡，说白人吧，感觉确实是个串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是印第安、因纽特、墨西哥人、亚裔跟黑人那个串儿，就五串儿，啊，五环啊，五环五个串儿，完事儿。我一上前问我啥问题呢，我本来想换到另外一个队伍，然后那个滑狗他妈逼来了，说你刚才不是站那一排吗，你咋上这儿来了，你回去。我操，当时我心里都感觉完了，这他妈的社会主义第二座大山又他妈压我头上了。我操，我都最不喜欢受压迫，他让我上哪儿我就飞不上哪儿。我说我上厕所去，我掉头就走了，直接上厕所了，结果这逼盯上我了，你知道吗？这种逼你就不能给他降，尤其在那里边全是摄像头，你给他降不行，你给他降他就故意给你小鞋穿，这他妈就是滑狗的通病。我他妈的这妈的在大街上碰见你，我他妈俩脚跳下来踹你头，你信吗？完事妈逼我上完厕所回来，这逼还搁那等着呢，说哎你上这边，你看我上了个厕所没用，这逼他盯上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知道你啥意思，他搁那鸡巴给人溜须，给人弄队伍弄他妈好几年了。完事儿，妈逼，我就感觉心理预感不好了，就上前。第一问题就问：“你去美国干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去旅游。”“去什么地方旅游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去看那个李小龙，去那个，去北加州，北加州三藩市看看李小龙的公墓，因为我最崇拜的那个英雄，最崇拜的人是布鲁斯利，是李小龙。”他跟他儿子李国豪葬在一起了，对吧？在景湖墓地啊，我说想去看看。第二呢，想去 Laker， 想去湖人，洛杉矶的湖人看一看 Kobe Bryant， 科比布莱恩特，看看他打篮球的风采。然后这是我从这个网上订的斯泰普斯的球票。然后第三一个呢，就想去什么拉斯维加斯看看那赌场呀。什么羚羊谷看看那彩虹栈道啊，反正都是从穷游网上做的攻略啊，一系列吧，往返机票也买了，然后在美国的酒店订单呀也已经付完钱打印出来了，就给他看。第三个问题问的我有点猝不及防啊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我心里当时第一反应就是，我他妈上美国旅游跟我上哪个大学毕业有啥关系？啊，我要上你美国留学去，还是说我的学历不够，或者是高中，或者是大学，或者是硕士，哪个学历能达到你们美国人的标准，不让我去啊？当时我一卡顿，我说我是那个江西啥啥啥大学毕业的。他说哦，那不好意思，这次不能给你签证。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不能说太多，直接把护照递出来。正常来说他要给你过了的话，他会说恭喜你，恭喜你欢迎来到美国旅游，就他会把护照收走，给你一个小黄条，这意思就是你可以去办这个快递了，他就是自动你可以去付钱办快递了，他这个东西邮局就直接寄到你家了，到时候贴完签证，贴完美国签证以后，当然他把护照给你放出来直接给你了，这意思就是拒签了， refuse 拒绝了，不让你来。
我说我操，我这他妈也太儿戏了，1000多加酒店加往返这机票，干他妈2000多，就说了3句话呀，问了3个问题啊。那我说我哪儿不合格啊？人家就不说了，下一个，2000块钱上海自由行2天到位了。这就是2014年我第一次办理美国签证的经过。然后我是出来就不知道咋出来的，感觉双腿发软，软绵绵的。梅伦镇广场呢有8层半楼，8楼呢是有楼梯有电梯可以上去，到了8楼电梯就上不去了，只能走楼梯上梅伦馆，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人跳楼啊，就是很多人可能受刺激了吧。当然咱心里没有那个想法，心理素质比较强大，但是有点受挫哈，有点挫败，感觉我他妈差啥了呀，你怎么能不给我美国签证呢，对吧，我这5大3粗的，对吧，咱这大学学历有房有车。哎呀，后来想想确实这形象方面不是很注意，就是细节方面没准备到位。你正儿八经的，你在美国去教会，你不得那总是西装打个领带啥的，就是你要见上帝，你最起码你这得捯饬捯饬，对吧，你不捯饬，你粗枝大叶的，你个平常人，对吧，七大姑八大姨，你各着大学同学吹牛逼，大家都溜你去拍你马，我操怎么地，那问题你去见上帝去，你得捯饬，你不捯饬不行，所以你这个外在形象必须得注意。第二次呢就重整旗鼓，是隔了一年，2016年的时候。为啥要隔一年呢，也是网上的水军给害的，说你如果被美国签证拒签了，你最好是1年以后再来签，要不然那记录显示你最近刚被拒签，不容易过。所以咱哎呀这个奴性思想又上来了，比较听话嘛，就隔了一年。这中间呢就想他妈美国去不成，感觉国内也待不住，就很压抑，所以他妈逼的就干啥呢，就去其他国家溜溜吧。这一口气去了好多国家，什么日本呐、韩国呐，什么法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、挪威、瑞典、芬兰，全都去完了，去了一遍。后来还搁德国呢打了一段时间的工，打了一段时间的餐馆。然后可能是第二次2016年的时候是第二次去签的，可能是有了这些国家的这个光环吧，他一看你这去这老些地方，对吧，感觉这个如果要说黑下来打黑工干啥的，肯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待嘛。欧洲那欧元那跟美元换比美元还贵，对吧，1欧元换8块多人民币，1美金才换6.7-6.8人民币，所以那欧元比美元还值钱。你要不搁欧洲黑下来打黑工，你不能说跑美国来吧，所以他心里有杆秤。所以我第二次签呢就提前2天我就去上海了，也是去的梅伦镇8楼半南京西路。第二次去的就提前2天去的，去了还去听了个演唱会，一个蒙古乐队，一个弹三弦的，对吧，一个娘们儿穿个奶罩，对吧，奶也挺大，跟台上蹦跶，我的看的也挺养眼。还有2个老外弹电子琴的，咱也不知道那电吉他还电啥，反正放开了。我一想妈人就是这样，得放得开，对吧，得想得明白，放得开，打开心结，不要被所有东西限制住了啊，周围人怎么看你，不了，不想那些了，操他妈的，上回2000块钱自由行没放开结果没过，这回一般干到4000的标准了，按照4000的标准来再放不开就有点对不起这人民币了，毕竟人民币不是很好用。所以啊我呀、怎么整的，第一找了一个特别好的酒店，380多一晚上，商务间，那环境确实好，空调也热乎，电视也大，那水一开啊热乎乎的，洗洗澡了也舒服，也解乏。完事呢全程 taxi 打出租车不差钱，对不，这是干正事，你平常该省省，对吧，该回家吃咸菜吃咸菜，这是干正事，这玩意儿能委屈得了自己吗？打出租车提前4个小时去找个美容店理了个发，平常给我们山东理个发10块钱人民币，
还带按摩。上海啊，180块钱不带按摩，理发、刮脸、脸部焗油啥的，180。这是我在国内人生之中活了30年理过最贵的一次发，就说明咱很 low， 我们是普通老百姓，我们代表了广大的贫苦百姓。180理个发好贵啊，我的吧。当然心里感觉也值了，因为对着镜子一照，感觉自己，哎呦我操，也光鲜亮丽、冠冕堂皇，像个人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完事呢，上当地的商场买衣服，买最贵的、最打扮人的，人是衣裳马是鞍嘛，挑最贵的、最商务休闲的。我不知道谁发明的这个词儿，商务休闲。商务休闲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？是人又不是人，好吃又不好吃，特别腻又特别健康啊！我感觉有点意思哈、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挑了一个特别商务的一个小西服，然后什么西裤，商务西裤，又特别感觉正式嘛，穿起来又特别休闲，就这种感觉啊，穿上了。商务小皮鞋，不是纯黑的，是那种棕色的商务翻毛皮鞋，穿上了啊。完事腰带弄了一条那个叫什么啊，菲拉格慕，哎，也带上了啊，扎小外烟，咔咔咔。第二次去的时候就精神抖擞，感觉跟上战场似的，雄赳赳气昂昂去了。喝口水啊。去了之后第二次就特别顺，啥事都顺，就有种预感今天必过。到那安检啊，那天那个小娘们还对我笑呢，说嗯挺好啊，啥啥啥，很客气啊，腰带对吧，把你腰带鞋啊，我给你弄放这儿，往那传送带那小盒上一放，每个小盒里放一个人的东西对吧，乱七八糟的带。我只带了一张房卡，带了几百块钱现金吧，因为要打车回去嘛，面签完了不得打车回去吗？带点现金，只带一张房卡，别的啥也没带，手机都没带。然后第二次面签，我也走了一个小技巧，就是也没听他让我排这边。我记得当时我是在8号跟9号之间签的，应该是8号到9号，然后中间有个柱子，我在8号签呢，我就看他是一个长头发的一个男的，他对着电脑签，感觉好像里边挺热还是咋回事，那逼他妈来月经了咋回事，男的他妈感觉来月经了，就有点烦躁你知道吗，就很烦躁，就是这咔敲键盘。前面的男的我印象里边是一个肥仔，扎个外腰，也是穿一身商务休闲的，一看很有钱，弄个小门头，弄得贼鸡巴明，我的达摩斯房产证拿一摞好几本，咔也弄进去。我一看这鸡巴后来咋回事，好像给他拒签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听不太清，因为中间隔4-5个人呢。后来那小子咔把椅子一推，哎呦我操，站起来了，俩手这样拄着这桌，下一个，操，我他妈一看啊，今天要聊呀，我操，这他妈不行，我都不行，我要换个窗口，我操，要不然4000块白他妈花了，哈哈，我操，好 OK。 然后啊，我就那个逼低头看文件的时候，我拿眼角余光一学，操，我这小眼神多贼呀，我一看这屌逼娘们儿，这女花狗他妈逼上那边去了，回头指挥那边去了，我呲溜一下我就瞒过这个柱子，绕到9号窗口。为啥呀？9号窗口是一个白人小伙，穿着西服打领带，我印象很深，他是白衬衣打了一个蓝色格子的领带，头发是那种啊，说金黄吧有点泛白，就是纯种的这种昂克鲁萨克逊民族的个人特征啊。我本来咱来美国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嘛，所以啊我就直接奔他去了，我当时就是一种预感，他得给我美国签证，我就这么感觉，我就跟他有缘你知道吗，我眼神跟他一对我就感觉放上光，连上电了，有缘，内心有种预感。然后前面一个
我前面也给我吓一跳，你知道吗？前面去一个男的领个女的，两口子，河南的，然后穿个羽绒服，女的穿了个大红色的羽绒服，男的穿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服，下边的裤子上面感觉上面的毛啊什么乱七八糟整的太多了，惹的挺多，俩人往那一站也站不直。那咱不是说歧视他哈，就是河南老乡要去办签证的时候千万得注意个人形象，对吧？语言谈吐一定得说普通话，你就不能你说家乡话，那老外主要也听不懂，你知道？他每个人都会说中文，那河南老乡就搁那站着，肩膀就这么一斜，他说：“你说啥？你去美国干什么？我去玩儿，我去美国玩儿。”给那老外整懵了，去玩儿，玩儿是干啥？去玩儿，去旅游啊，去旅行啊。下一个问题，你在中国是干什么的？那河南老乡说了，俺跟河南是干厂长的。厂长，你自己说了你信吗？你能信？后来可能那老外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吧，就直接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给你美国签证，你下回再来吧，你被拒签了。就直接把俩人护照给扔出来了，他俩一走，下一个就是我。咱提前从网上做了攻略了呀。一抬手，嗨，打个招呼是吧？然后提前来个眼神深交一下，让他对你有个第一印象，感觉你这人特别 nice， 有礼貌，受过教育，生活很好。然后就过去了，就问第一个问题，问你去美国干什么呀？其实几乎所有的人去面签美国签证第一个问题都是这，你去美国干什么？实际上他不知道你去美国干什么吗？他知道，他比你都知道你去美国干什么。因为你填签证类型的时候，他为什么有 B1 B2 什么 F1 留学签，什么 EB5 什么的投资移民签，他每个签证类型上面都已经划分好了。他问你这句话的问题的意思呢，只是想看看你这个人的谈吐，心不心虚，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经过了 FBI 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心理考核测谎测试吧，类似这种有一个代码，类似这种体系吧，就是跟你的经过，就打比方这么讲吧，我就换一个方式问你，如果你去谈对象，你问你见了一个女的，你说你谈过恋爱吗？你是在问他谈过恋爱吗？实际上你是想是问看这个女的专不专情，烂不烂是吧？或者是他撒不撒谎什么之类的，你是在理论上你是在给他测谎的，对吧？他说我谈过三次恋爱，然后啥啥一次啥啥一次，那你他说我从来没谈过恋爱，你是我第一次谈恋爱，你就是我的唯一 darling， 来吧是吧？就这种感觉。然后他就问我，我说我去美国旅游，然后那个说了一串，就是随机发挥，我没有想这个问题，就随机的第二次就放开了嘛，就说一直以来对美国特别就有一种情节，特别想去看看，在中国因为是说了一系列吧，说了一大堆。后来他说 OK， 他说那你在中国住在那儿？我说我有房子呀，然后这是我的房产证，然后我就把我的几套房子的房产证给他看一下。然后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呀？我说我呢是做这种熟食的连锁加盟。他说什么样的熟食？我就开始说什么牛什么酱牛肉啊，什么梅花烤肉啊，什么猪蹄猪耳朵，什么酱鸡腊肉松花小肚，反正就这一系列吧。我一出口当时比较熟，现在来的时间比较长都忘了，当时我一口气说了有二三十个品项，就是我店里卖的那个品项，二三十个单品的品项。他一听感觉跟听快板，这小子太熟了，一看就不是假的，一看就是真的，你知道？只有每天你耳熟于心的东西，你才能这么顺畅自然，对吧？ flash 流淌出来就特别自然。然后他一看，他说那你店有没有工商营业执照？我说有，我啪
五本工商营业执照一摞，往要往里递，他说不用了，不用递了，你过了，恭喜你，欢迎你来我们美国旅游，美国人民欢迎你来消费。然后第二次就顺利通过了，然后给了我这么大一个小黄单子，哎，上面写了一个什么编码了什么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类似就是让你去，让你去这个外边有一个地方办快递，给你把护照给你寄回来。这就是我第二次面签美国签证的经过，当然顺利通过了，恭喜我自己。说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美国签证是如何拿到的呢？从我内心来简单分析，就是你在国内呢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存款，生活特别好，衣食无忧，光鲜亮丽，你不会去任何一个国家干任何违法的事情，或者是偷渡留下来，或者是黑下来打黑工，因为你在你自己国家生活得很好，你没有必要为了另外一个东西把你现在的幸福生活给舍弃了吧。这就是我对美国签证的理解。当然你可以说房子，哎，我那小城市的房子不值钱，或者是我那车30000块钱奇瑞 QQ， 对吧，或者那个东西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，对吧，那你可以买个贵点车嘛，或者是你存款可以做得高一些嘛。中国的国内的什么某宝上，对吧，什么东西都可以 DIY 的，对不对。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形象，你去也必须得有自信，你没有自信不行。我想想我第一次去就是内心有点虚，你知道吗，有点心虚，唯唯诺诺的，自己感觉都不行，你自己心里得有谱，对吧。打比方你说还从谈对象方面，如果说你就感觉这女孩你一看我能给她拿下，对吧，你得有着信心，就跟打仗似的，你一看这小子，一看妈的娘娘们们的，对不，1.6米小个儿，我2拳都给他抡死，你得有这个决心，就必胜的决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再一个你就个人形象也特别重要，你必须得穿的跟个人似的，你知道吗，你是一个人，你去见另外一个人，而且这个人决定了你能不能去另外一个国家，当然你去了真实的目的是干啥他也不知道啊，他也是猜，他也是预估，假装预判说啊，你小子肯定要打黑工，他预判你们每个人都是小偷，都是贼，都是要非法拘留下来打黑工。他假设，他问你问题的目的就是你要推翻他的论点，让他明白你不是要去打黑工或者要去干什么非法的事，你确实是一个合法的，就合法的在中国一生活的衣食无忧的老百姓，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打。另外，不是打工，把人话说出来了，我操，要去另外一个国家旅游，对吧 ？travel 一下，啊 ，make a vacation 度假，消费一下，我有大把的钱，老子有大把的钱，我要去你国家消费，我拿钱砸你，我他妈砸死你！你要有这种心态跟气场，你要能压得住他。当然，你气场也不能太强哈，你要把握这个度。让他感觉你又特别的，特别的，就是有素质，特别有涵养，而且呢，就攻中带守，就攻击的同时又保持防守，就是让他感觉他又不受侵犯，就他问问题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反问他，你不能说，但是你又不能越那条线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，哎。当然了，你特别有钱，你家里有几千万、几亿，然后你官二代、富二代。你也不需要看怎么去美国或者办什么签证哈，因为那是直接包机就走了，或者人家直接公务签了，它很简单了。那贫困老百姓来说，那能拿到美国签证，什么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英国签证，那是太难了，真的是难。我是知道，我是前前后后折腾好几年，好不容易拿到这签证，才能来美国。哎呀，所以很难呀，生活就是这样呀。当你对自己本民族的文明失去信心的时候，那你怎么样用双脚来选择你想生活的地方，这就是我所做的。当然我也没有成功啊，我也是一个 loser， 我也是刚刚开始，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地方重新开始搬砖而已。当然你也可以说，我操，你这小子不爱国呀，对吧，卖国贼，或者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吧，对吧。当然你的生命你自己负责，你想活出什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
关键看你自己活得值不值。你要觉得值，那就值了；你要觉得不值，梦有千篇，自己翻吧，翻到哪篇是哪篇。我是老周，谢谢观看美国签证这一期，下一期我们聊一聊来了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初级印象是什么，就是我来美国第一年第二年对美国的初级印象跟职业选择，下一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点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转发，谢谢大家。我是老周，我在洛杉矶等你，拜拜。